啊，在这么快速度的比赛当中啊，这个裁判真的是比较辛苦。背后的换手一球，大鸿展翅了单手暴扣 ，Brandon Dawson。打B，要再拔一个马，晃一下，没有选择起。这一节对于这个新竹工程师来说，可喜可贺的是，陈建仁三分球，双方仅剩下一分差距了。出现失误 ，Brandon Dawson 带球灌篮，炸空！新竹体育馆坐不住了，新竹工程师超前比数。胜利的一个关键哇，新竹体育馆里面的观众哦，每个人都嗨爆了。